原本是一场欢乐的平安餐会，但是因为这台车辆失控，扫到现场等待用餐的民众，造成五个人受伤，其中一位跌伫车卡，救护人员救出来的时阵，就已经无生命的现象。伊个车吼，我过来安尼对伊迄个我这边迄个车去，啊，我伫边啊劈掉，啊，内底迄个伫我这边。车来，我这边走一定无大，迄脚都歹过。拢叫都拍到诶！突然啦，我拄坐咧迄个所在吼，啊，我看到这台车，那去弄咧边，啊，佮爆冲过来时阵，啊是好佳在当场，伊这台车有弯，很多弯到边啊去吼，啊，才无弄到，无直接对现场入去啦。啊，我是坐咧第一道，我看到看咧，我肯跳走，我这个受伤啦，啊，都拄啊隔壁倒去啦。庙方人员表示，平安餐的会场位伫山顶，沿路有两个灯弯，而且是闭起的路段，唔知啥物原因，车辆停袂落来。一直到弄边才停落来。啊，底下那个车超100公尺，在那边就车子就刹不住了。本来上坡应该是挡得掉，免吹油，啊，那直直弄伊安尼啦。啊，直直弄伊，弄到只阮交管的吼，阮交管的甲挡落来，伊挡袂掉啊，伊佫直直塞在阮交管的里个花，啊，结果来个车。庙方人员表示，驾驶载一车的人，为了避免失控的车辆冲向山卡。只好选择滑向山壁，再造成这处的不幸意外。大家如果啦吼，他没有反应快的话，弄了是归白了。哦，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